车子。大家同心，大家熬茶，大家好，真欢喜。今仔日，伫遮搁甲大家见面，可能有诶几啊期以前，咱伫上课见一届面，即马算第二次，有诶可能。无去以前无去上到我的课，所以我简单要做一个介绍，因为秘书长也有讲过，但实际上你若要了解我的过去，用上 Google 的网站加。雅虎的网站，敢若拍张文彦教授，安尼就看会真清楚。啊，无就拍入去111人力银行华人世界华人名人小传，我也拍张文彦，可能会。看到我，搁较清楚，我去介绍我出生甲搁倒来台湾这段的经过，拢有写伫111人力银行今仔日啦，咱要讲这个题目啦。咱要事先，咱要也缘由是安怎来？因为咱中央来决定讲要来训练这个国际班，所有的课程要安怎来上这个课？迄个时阵，咱总理就开这个课表出来，讲。叫我来开这个咱叫做新计会计制度，新计的会计制度加实务我接到这个命令，我就依照这个新计的会计制度加实务啦，来甲大家研究探讨因为咱大家了解新计，员工那讲较表面的讲差潲啦，较简单的讲新计在创啥？你开个遐来查看卖咧，看有效益啊无？有达到目的啊无？这就是新计。搁刷来讲会计制度会计制度，咱有诶同心，可能我有上到我诶会计制度，吼、我常常会加内部控制，这就等于咱过咧定学习一遍，吼、定了解，这个会计制度啦，定出来。那一定就是爱安尼来做，安尼来记录。头拄啊讲，秘书长安尼交代，咱若是干那咧开钱，唔知影这个记录，这个会计啦，这是一个记录，甲尾啊的成果，有当时啊。无法度去看会出来，安尼要为带来迄个，就是依照这个会计来看出咱经营的成果甲效率，会伫迄个所在来显现出来。所以这
咱要甲大家讲，这是员工真重要。啊，那因为总理爱大家了解讲这个事务啦。啊，这个事务啊，我提咱立邦政府的99年中央啊，迄、那个审计部审查的个案，迄、那个例来甲大家探讨，即要互大家了解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咱今日日啊探讨的问题，但是可能咱总理也甲咱讲，咱会计、财经啊，咱经济、财务、会计这方面的人才足欠的，咱需要足济这方面的人才。那你有这个背景，还是有这个经验？下暗咱分组讨论的时阵，你都爱家己表示出来，还是去甲总理报道？啊，总理都安尼讲，啊，你都有这个啊专业，有这个专才，实际上。一个国家的运作，你若无以财政来领导啊，达到咱执政的效果，有诶拢做甲里里落落啦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这是足重要。恁若恁诶后生、查某仔那这方面的专才，你就赶叫伊进来受训，这是足重要的。第一步，咱海关总署刷来，咱第一步接海关，海关爱换了偌济人，恁家己会了解。遐是毋是拢爱咱家己的人？因为咱绝对袂使贪污，所以那因的人伫做主管，啊，就照以前安尼就好，也使国人民政府要创啥物？所以大家足有机会啊，来奉献你的。专长，所以大家那对这有兴趣啊，你我回去啊，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啊。这是补充给大家介绍，为什么咱总理我接到咱要开高级班的时阵，伊就用这个。科目来甲讲，请你来上这个课，我一口就啊答应。啊，当然我也是专业人士，我本身啊专门职业的证照啊有，最近才通过。叫做啊，就是啊，叫做啊，评价会计师。最近参加工会的考试啊，受训考试才通过评价会计师。啊，评价会。啊，咱叫做啊，评价会计师，这是拢取得会计师的人啊，工会各一份，受训差不多啊，各开11个科目，
啊，受训，啊，搁来考，啊，会计师工会一个小姐讲，伊甲讲，丁会计师啊，啊，你哪会遐认真？因为安怎，甲我差不多这个年龄啊，几乎拢无咧去考啦。哦，啊，几乎因讲我会计师对啥哩啊？但是为了提升，为了咱要适应国啊，我们叫做啊国际财务准则报道啦，也就是咱以后上市的公司，拢也查账，拢是爱根据迄个国际迄个啊，咱要参加啊。国际啊，财务啊，这个报道这个准则啊，来做查销啊，这个查销啦，内底啦，足侪拢爱有评价，吼、哦，拢爱有评价，所以讲伊即马办一个啊评价啊会计师啊来考，伊甲讲，哎、欸，你来遐认真，我甲讲，我要多学习啊，因为。大家出生出来，大家那不一定，大家什么拢会晓啊。慢慢啊学习，啊，希望对这方面有兴趣的，咱来共同研究。好，安尼咱进入咱的主题啊。啊，拍摄哈，先头都阿无起，即马先，好开咧。好，啊，咱要甲大家探讨的啊，这个咱主题纲要，咱因为国际班大家拢一份啊，简单哦，我那与我的资料是假他，啊，咱有一个写一个。简单的做啊，咱可能大家拢摕到啊嘛吼，吼、哦，咱有一个算讲诶简单诶迄个摘要啦吼、哦，啊，咱即下就是按照这个主题要讲吼、哦，咱按照这个顺序啊，啊，那无摕到诶啊，可能。应该那无摕到发牙啊牙签一个好不好？咱有分四张吼，咱有分四张。啊，咱第一要讲就是要互了解讲审计概念甲审计准则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第二就是会计制度，啊，第三会计制度的啊迄、那个实例。啊，这个用一个例来，这个例啊，会使国酒啊。你若要建立这个会计制度啦，我会使参考吼，会、哦、使做参考。这个就是咱有提这个例，啊，甲内部审计的处理的定数啊，吼、哦，内部审计处理的定数是安怎要安怎来审计啊？这个步数啦。啊，过来，咱要中央啊，政府迄、那个叫做总决算啊，审核的报告，咱这个就是提九十啊九年这个案例来讨论，啊，搁来探讨有一挂报道的啊问题，甲财务、甲会计。啊，甲审计有相关的问题，啊，甲国家咱的债务啊，然后相关的报道，咱提来探讨。哦，啊，咱是要来啊，讲起来。第一，咱大家拢有啊，提到这个纲要啊，
咱看这个纲要内底都有这个说明。所以讲，咱心计主要是啥？资料啊，提啊，咱收集这个啊，记小者的资料，做出这个啊，编纂啊，证据啦，啊来收集啊，甲分析，这个记小者的资料来啊，收集啊，啊来介啊，分析，啊来看这个机关政府的财务的状况啦。啊，甲这个，因这些资料有下到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无？啊，甲审计准则无？这两个啊，要甲大家讲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那是定出来，那咱确定下过来介绍这个啊，甲审计的准则，吼、哦、啊。依照这两个啦，啊来有关的相关的程度，运动表达超然独立的做出来的结果，啊甲这个啊报告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拢是爱有啥，审计人员爱必须要有独立性，啊甲有这个专业性的知识，才有可能来处理。啊，无，你若唔知影啊，一般公立的会计原则，啊，你有诶，我简单讲，咱若要请会计师甲咱看笑，甲会计师甲一个会计师做起来笑，是毋是拢共款？我甲大家讲，无共款。是安那无共款，因为这个问题啦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吼、哦，这个会计师伊认为你这条小开出的钱，伊看到啥？看到费用开出，这个会计师讲，你这个开出啦，唔是费用，伊是。迄、那个资本啊，等于是资产吼，诶，开出，一个是费用出去，一个变讲迄个资产啊诶支出，一个看到费用，一个看到资产，安尼做开销，会同款未？未同款，啊，因个看法讲，我拢按照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拢无唔对啊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有诶，咱伫学校咧考试诶时啊，我会计系学生咧考试诶时，考出来答案奈拢共款，有诶人会质问讲，啊奈拢共款，考试诶问题，反正高考诶问题也好。一般学校期中考、期末考的考题的问题，伊的条件拢甲你限制好好滴咧啦。伊叫你用什么方法来算？用什么啊？迄、那个制度啊？什么啊？不仅是方法，伊阁甲你指定讲，你要分摊啊用。什么比例的分摊来处，拢甲你讲甲好好，所以算出来答案拢同款。啊，当然，高中考试啊，我曾经也参与审题，所以讲啊，这就是安怎。迄阵啊，咧审题时，咱爱考虑足济，咱题出好了后，咱来看，诶，咱也有甲改，爱考虑。足济个问题啦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啥？这爱经济一般公认个原则，啊，甲审计个准则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拢必须爱有专业个知识。啊，来，咱即马要甲大家讲，
这个心格的准则啊，吼、哦，心格的准则是啥物叫做心格？心格人员对财务报表进行心格的时啊，或是心债的时啊，爱遵守公认的心格准则。这个心格准则啊，啊，我是咱台湾的，就是。咱有财团法人吼、哦、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，这个是政府机关啊来编这个预算，啊来请一挂会计的专家、甲会计的教授来讨论，啊来编出来。啊，这那有兴趣的啊同事嘛？咱会使上这个网站嘛，啊来看这个心格啊的准则。啊，这个公布啦，爱买钱啦，我是咪足无道理的。安怎？咱政府编预算，请一个专家底下咧定这个啊公布啊，这个咱人民要看。都爱开钱去甲买，你要做心计，爱根据伊个广告来查来做心计的动作。咱一般的法律爱开钱买啊咩？唔免啊，上网去看都有啊。啊，这我就咪足无道理的。这有当时啊吼。因人民讲啊，这个是专业的人在看的啦。啊，专业，你要去讲做代志都讲收钱啊，所以讲这话互恁开一次啊啦。可能伊的观念上是安尼啦。哦，我看是安尼，因为我感觉咱啊去国外，我第一摆当然去啊，咱这个做。当然阿车啦，有诶，咱出去提车轮牌出去，那查那咧，迄阵啊那查那咧，有诶叫来讲，哦，遐摆咧摆一堆，啊车轮牌拢收起來，啊，甲有当时啊那包裹安尼咧，叫人安尼领出去，去先前诶国家无同款啊，伊分两种灯，你认为你若爱纳税，你就行红灯。你若免纳税，你就行绿灯、青灯出去，啊，足好势，感觉我足舒服。咱一定无投诉啊，啊无要纳税啊，哦，咱行，啊无人要插你。好、哦，啊，咱遮就无以前就无同款。当然，即马我加减有咧改善啦，吼、哦，咱即马会。出啊入境啊，加出境吼，出境啊，入出境吼，拢有咧啊，我有咧改善啦吼。啊，这我要甲大家讲，这有诶无利诶所在，这都是心结啊，心结诶准则诶公布，等于是一个规定甲法律嘛，你一定爱根据这来做嘛，你看。爱钱啦！你若要依照所修订的这，你若要做多一个部分，你就惊讲你要做巡回的盘点的观察，你就爱去买代号 B009。啊，这本偌济钱啊？这本30块，安尼的方式啦。啊，较早一般啊，咱讲一般公认的啊，迄、那个啊会计原则吼，迄、那个查账准则吼，哪咧卖咧？会计部分，伊这是心计哦，咱即马讲心计。会计部分哪咧卖？到尾啊，拄啊有一个啊会计师做立法委员，伊才爬起讲，你若要卖会计啊？
心经啊，迄、那个会计的迄个准则的话吼，我医生我都甲你删掉，你都咧收入啊，啊你啊才变医生，政府都变变医生啊，到尾啊在安怎？迄、那个即马会计吼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要做准则吼，无收钱啊啦，你会使上个网站去看，吼，即我甲大家。啊，讲予大家清楚一下吼。啊，咱即马有遐济吼，这是新啊新界准则公布。啊，咱过来有阁一个新界的事务的指引啊，这我拢爱卖钱，因为现在电脑慢慢啊，滴滴啊，计销啦，这就是讲会计。系学生啦，伫差不多啊，十年前啊，美国那摆发生这个安龙案件，会计系学生啊，阿伯啊，写安怎嘞？去学电脑取代啦，我买软体就好啊，甲遐个。发票收据遐个单子吼，收来啊，甲拍入去电脑内底，电脑甲你记账记甲好好，啊，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拢甲你编编出来，安尼，干嘛请记账？唔免啊，即马会计系一大步才特别悬啦，甲现在无同款啊。因为美国实施啊沙宾法案落去了后，大家老板拢惊啥？惊判刑嘛？你个小，那有舞弊或诶发生，头家哪会来管？安尼，头家会惊未？啊，头家当然惊，头家上惊鬼啊！哦，中国要处理一寡无合伊个政策个，你讲你咱这边去遐投资，乌白掠人啊，也未有代志先掠嘞，甲你管入未，才慢慢啊处理，是毋是拢安尼？所以，因有一个。不成法律啊，他因讲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，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。我是仲裁人，啊，拄有一个机会去北京去甲因讨论，我甲请问讲因迄个人民法院的法官，吼，甲问讲啊，哪会台商？去投资，所谓法律进行的定数，到尾也拢输。伊讲我们有一个不成文，迄个法律啊，凡是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。安尼，所以当心你爱会记哩。你的朋友亲戚，若有伫中国咧做生意也好，去遐 发展也好，爱特别注意啊！你随时啊，可能拢会去违背因的政策，安尼大家心内都有数，咱无反对。因为咱台湾甲中国无交叉，吼，产啊无交水无流。因为安怎？因建国的时，咱台湾是日本的啊，安那甲因有啥物关系？所以要甲大家讲啊。因为咱解无完仇啦，
伊甲啥物有冤仇？甲流亡政府因来烧台，吼台甲啊台书才走来，才来啊，甲咱我，甲咱台阁参来讲，咱爱去反对啥啦？啊，共产党，咱秘书长也讲欢迎啊，共产党派人来遮受训，互伊了解更清楚，因南京啊，迄、那个啊，我们南京啊，司令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啊司令吼，甲武汉大学拿咧研究战争法。在研究国际法、战争法，研究出来，甲咱秘书长拢同款，干那啥？台湾无下落尔啦。吼、哦，这足清楚啦，这我足清楚哩，所以我大家我会了解啊，这个情形吼、哦。啊，各国拢有无同款的合作啊？迄、那个叫做啊公报吼、哦、啊。那美国，吼、哦，美国啊，咱啊这个网站，大家有兴趣的啊，去查。啊，英国那是有这个网站，日本也有这个网站。所以讲，每一个国家拢有伊个无同款，因为国家的性质甲因的观念无同款。啊，那咱阿伯啊接到的是要安怎？这咱啊还阁定思考嘞。哦，爱个定思考，这是甲大家啊报告讲，咱要采用咱的心计的迄个叫做啊准则啊，甲伊个叫做啊规定吼，那个接过来。即马要过来讲会计制度是虾米？虾米叫做会计制度？啊，会计制度就是咱头拄啊讲，一是。依照吼，这个一般公认会计原则，甲相关的法律啊法律的制定下来制定这个啊国家也好，各州也好，内部作业的循环，啊，甲这个会计政策甲方法的选择，因为有足侪方法计算方面有各啊有各侪方啊足侪方法。啊，方法的选择，啊，甲无确定的情形的估计的处理，啊，这个咱叫做啊会计制度。啊，制度啦定落去，咱就是依照这个啊制度来做。啊，那伊咱有一个会计法，现在有一个会计法。啊，会计法伊咧讲会计制度啦。在制定的是爱有最少爱有这几项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几项就是会计报告、会计科目啊、会计啊账簿吼，啊，甲、啊、这个会计啊凭证、会计事务处理的定数，甲内部审核处理的定数，差不多爱有这啊问题。可能咱安尼讲，我看大家应该我是无啥啥吼，应该因为咱要讲哦，什么叫做会计报告、会计科目是啥物啊？这就是咱要绩效一定有一个，拢爱有一个科目哈，政府有政府的科目啊。一间民间也有安尼吼，啊，这赶紧啊，这慢慢啊吼，咱接过来讲吼。啊，一般读会计的人，也是商学院的人，那读了毕业了后啊，说不定咱家问讲，啊，你都读会计吼，啊，你知啊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是啥物？你唔知会使讲，互阮了解者无？有的啊，我讲到圆圆圆圆的啦，有当时也会几个啊了解。咱一般来讲啦，咱这拢有十个啦，有十个啦，咱拢按照这十个，咱讲
这个个体的假设啦，这就是讲，这间机关，咱甲讲台北州，伊做的小就台北州的小，台中州所做的小是台中州的小，这拢爱按个体爱分开，吼、哦、分开，唔是讲啊，恁各州南南的，啊，才上来中央来看，啊，唔是安尼，啊，就是各单位。伊州内底，那分啊，迄、那个郡守哦，那分郡啊，郡那是爱有少婆，拢爱有，所以讲这拢是迄个国体啦吼。啊，咱这拢是啊，长期迄、那个怎样继续经营的假设啊，袂使讲我开这间公司按算做三年，我就要几年要浪干啊。应该那叫有个人讲，规诶，这个头家奈两三个月换一间公司，两三个月换一间公司，啊，厝拢是租的，啊，定咧换所在，这是啥物情形？这有诶讲啊，咱当心讲啊，逃税，啊，有诶讲是诈骗，种是啦。人工拢是，因为安怎嘞？伊都开开嘞，啊发票换做做嘞，啊赚到钱，啊就搁换直直换直直换直直走，啊有诶公司为台北直直开到高雄去，有安尼啊，有安尼啊，吼、哦，啊这咱伫咱现在诶。中华民国体制下发行这个统一发票啦，真正是世界的创举。你去先进的国家，因开公司，诶，阮发票阮家己印的，是毋是啊？大家知影无？那伫美国大国。您发票是不是自己印？去巴西大国的发票哪自己印？在非洲、南非发票哪自己印？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要跟大家讲什么？真正严加干啊，严加盖啊，吼，严加干。不简单，统一发票，这就是什么？因为咱较细啦，我主要是较细啦，吼、哦。我讲一个，给予大家知。我捌去一个应该去多米尼加的款，一个咱台湾的啊，大兄弟咧做十家社出，伊甲讲。多米尼加那实施统一发票，伊就爱刷位啊啦！哦，这实在假讲的啊，咱得了解讲，伊偌趁钱啊，税金伊在收啊，所以这是予大家有一个观念吼，讲这个啊，咱继续经营，就是讲。因为买来的资产啊，你若无继续经营，你买来做费用来开销，无可能嘛。即大家若了钱，所以讲你即台机器买来会使用十年，咱就用十年来摊，一年摊偌济，摊偌济做费用开销出去，安尼咱就会赚钱嘛。吼、哦，即就是这个。这个咱这个假设啊，拢是做依照伊这个使用的产品寿命周期的寿命啊来谈伊的费用。啊，咱这啊，这就是汇币啦。咱即马介绍
当然，你若讲我全部拢外销，我要用美金来计销，会使了。即卖会准，较早袂使的，即卖我会使的。你要用美金来计销，啊，你若讲现在一般咱中小企业甲上市的，那是以迄个做啊叫做新台票啦。哦，啊，咱会了解，咱后摆啊，咱要用正台票哈。哦，啊，这个币值不变的假设哈，计入小铺十块，一月初一拿十块，十二月三十一日迄阵啊，这个拿算十块，这就是计入小铺的计的这个币迄、那个汇表啦，都无变动啦，都十块都十块啦，好、哦。啊，咱的那依照经济的观念来讲，那十块一月初一十块，甲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头剩偌济啊？大家我爱有这个观念哦，因为阿伯啊，你要做行政官的时啊，你爱我思考这个问题，迄、那个速度啊，这个时间。那是金钱要考量落去，咱简单讲，一月初十块，你若甲年底时，依照经济来讲，大部分吼大部分啊，拢货币拢会贬值啦，拢会贬值啦，贬值的代表什么？利息啦。迄利息安那产生诶？我十块唔用，摕来寄银行，一年后我甲领出来，会使领十块几角，对唔对？这个几角，就是讲，那依照经济学来讲，讲我忍耐无要用这个钱。这些钱先寄到银行，啊，我十块寄落，啊，我甲要领出来，佮领赚迄几角，迄几角我就是我的人数忍受啦，这忍受的价值，啊，这价值我有法度忍受，这就是叫做一般来讲就是利息啦，啊，这个利息是安尼产生出来，啊，实际上也是安尼，这个汇表啊。拢会贬值啦，吼、哦！较简单讲，咱较早一个便当讲五十块买会到，可能即马过过一年了后，要去买同款的物件，可能就爱五十五块，就去多少？去五块。但是商人较聪明。伊袂甲你装同款嘞，伊甲你包装个盖子哩，这就是艺术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这就是讲，你若要做生意，你我爱有这个观念。咱原早这个出去是十块，咱起码要甲卖十二块，要安怎？你若阁照这个出去，啊，就十块啊。大家拢记咧十块啊！啊，即卖呐，包装过来盖一个就好啊。咱阿爸过来印无同款，即卖是用红的对唔对？咱即卖甲用啥物？较简单讲，用青的。啊，这对啦，这十块对啦，啊，这是十二块啊。啊，这效用较好啊。这是一个观念哈，给大家啊做参考哈，可能大家。拢有这个观念吼，过来，这个重要性甲稳定性啊，就是说，咱啊重要，就是讲咱的重点伫在，惊讲咱啊惊讲一间工厂咧生产的物件，惊有五十种，咱爱去分析出来讲。
咱几种较趁钱的几种，咱就安怎？就对咱企业来讲，伊所占的都重要性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咱爱搁较用心去分析，搁去改进，啊，搁看有法度讲，搁去创造这个效益无？好、哦，过来创造这个效益。啊，那其他那讲纯耍带咧卖，迄度有当时啊，都较无咧注意去。好、哦，啊，有诶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可能大家有诶有现在我有咧做老板诶，你回去，你甲恁会计部门讲，甲叫来，甲讲，咱明年啦。有法度阁加赚10%无？甲这个任务交予伊啦。吼、哦，咱明年、咱今年啊，都孝顺起安尼啊。咱明年诶，有法度加赚10%无？啊，互伊去动脑筋。咱所赚诶10%，毋是咱诶销售诶10%。咱甲讲，咱要。由咱的费用要来赚10%，安尼大家唔知知影这个观念无？你若咧做行政官的时，咱若爱考虑着讲，咱即马上头大家都无做过嘛，啊，就大家都开销啊，开销，哎、欸，啊，就开销出来，咱看着讲哦，咱今年开销偌济，啊，咱明年。咱要搁赚10%，会甲讲要搁，咱卖讲要减少10%啦。咱搁讲，咱要赚10%，但是这个赚10%要加赚10%，是要为咱内部的费用来减10%。这点唔知大家内部的费用减10%吼，是咱家己会使决定的呢。你做主管，你会使。有这个权利要来减10%的费用，安尼，咱若要卖物件，要搁加赚10%，这都爱啥？去拜托人呢？哎，加卖者，加卖者，加卖者，我唔知加赚10%，那是超支在外，咱要去拜托人就困难，超支在内。要升10%，有可能哦。家己讲安尼啦，你咱费用开销的吼，上大条的是倒一条啦。你两三条较开销较大的两三条列列出来，迄个减几趴，迄个减几趴，迄个减几趴，安尼得。迄个是啥？控制在我自己啊。安尼大家知影无？咱阿伯啊，那是爱安尼，袂使讲，哈，两工开2.3亿，迄实在，过来，啊，咱过来，啊，要来讲，啊，来讲会计，我看其他，我看，咱搁讲一个，我看这足重要吼，头拄啊讲。那是成本甲效益的迄个，互大家做参考吼。这话，若要讲这话，要讲完，有的讲在做生意啊，做生意是艺术呢。推销员啊，吼、哦，就困惑，伊要甲你底下底的钱啊，足欢喜，摕予伊，是毋是安尼啊？
啊，这真正无简单啦。哦，有话讲生理囝歹生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讲，你爱去考虑各方面吼，啊，甲咱会了解啊，这所以讲成本较效益。咱直接要讲吼，大家转去，咱有一个同心甲讲，讲诶，咱迄、那个以后参议院啊。要心脏预算啊，心脏预算啊，咱要安怎啊？都爱先来大家了解一下。啊，我甲讲吼，咱即马吼，咱民政府会了解讲，现在咱流氓政府所编的预算，你编出来讲爱该砍甲了啦。啊！你若无开完工，你后明年这个袂使阁编啊，这条都无去啊啦！啊，做主管的人讲好，直甲开落去。所以哦，甲咱绝对无共款。我甲讲，拜托大家，因为咱有一个同心安尼甲讲，啊，我甲讲，大家转去咱迄本钱啊。公民权利法案有无？大家拢有嘛吼？29条，拜托29条啊！咱权利啊，咱啊做啊公民权利法案29条写甲足清楚啦。咱咧编这个预算呐、啊，你呐本益比小于一的话。嘿，无要编入预算内底啦。第一关拍掉，你都无甲这个要做啥？无甲这个效益啊，一本比没有达到，拍掉。所以，咱这个预算应该是根据这原则，唔是讲啊。各乡镇，也是各里，也是各县市，恁的条啊加啊，公公的去编编来啊，送来啊，才凑合凑合安尼送去，哦，这就无同款啦。所以讲，咱第一步就来防堵迄个做啊，这个预算的编制的，嘿。啊，过来可能大家爱了解一个，就是现金收付啊。什么叫做现金收付的制度？啊，一般现在的啊，医生馆较少，医生馆啊，拢是这个制度啦。你来看病，啊，我给你收偌济钱，啊，提药啊，伊买药啊买入来，啊，伊就随付钱出去，拢无咧啊欠少的啦。这叫做现金。收加付的基础，啊，欠少的拢无要计少啦，干那计现金收入加现金支出尔啦。这啊，一般现在一般小的做啥，病院吼、啊、医院啊，拢安尼较济啦吼。啊，实际上这个是无符合到咱现在。啊，政府机关啊，甲公司行号的制度啦，咱现在拢爱采用叫做权责发生基础。啊，有的人要甲你，有的人对会计阁无清楚，有的要处理会计的人，连个用现金收付的。基础甲你讲，连个用啊，环节发生的基础甲你讲，伊甲你讲，你唔知啊。啊，甲尾你甲问个时讲，嗯，啊，我是用现金甲你讲个啊。啊，因为伊对会计都无清楚，啊，安尼就真正无啥啥。啊，可能
可能三四个月前，咱何顾问印一张啊报纸报道的讲，哎，讲咱迄个叫做卫生署啊，迄、那个健保会啊，伊讲采用现金收付制度啊，亏损遐济，所以无调整这个迄、那个健保会啊，白杀你。伊唔是用啥前车啊，前车伊安那讲唔用前车，啊伊讲嗯啊都马英九总统啊，伫到台北市长的时，伊欠的都安怎？不爱还啊，啊不爱还，啊伊就讲啊，咱就是用现金啊收付咧做。我还含了无增损啦，所以安尼爱迄个进步会一个提悬啦。啊，所以讲这两个制度，咱用这个例来甲大家讲，大家就足清楚啊。哎、欸，你不爱行，你应该一个公司也好，现在的正式的机关也好，的会计制度拢是用宽制发生的基础。款式发生的基础，遐个钱欠爱讨倒转来吧。啊，像安尼，你看，有诶真正无了解会计，伊干即几期无共款尔，啊差较济啦。安尼大家会了解未？哎，你欠诶，若爱算落，咱咧一定爱收回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也一定爱甲起价，遐个收转来就好啊。所以，予大家参考，会计有重要无？好，实在足重要。你若知啊，你就会遐甲讲。啊，都唔知啊，爱都变错都安，啊都看小看看都丢啊，啊丢啊都即马无钱啊，啊钱是安怎欠的都唔行啊，啊伊唔是用。啊，伊都用啥？伊都是用这个基础来做啊。啊，欠的无准算啊。啊，这是欠的，我爱算伫内底啦。啊，来会计政策啊，会计政策啊，就是讲咱爱选一个适当的吼会计政策，较适。咱我。举一个简单的例，予大家知影吼。早期啊，西丽大桥，迄阵啊，因讲落水溪嘛吼，是毋是落水溪？好要遐过，足困难的啊！啊，迄个桥我一班仔囝尔。啊，咱迄阵啊，经济我无讲真好啦，无钱啦。伊即摆安尼要安怎？我甲即马讲，要甲大家讲，台南即回淹水对无？台南落雨有淹水嘛吼？赖清德市长讲，要借钱来完成，任内要完成排除这个水灾。咱这都会使了解到啥？这叫做啥物？政策啦！安尼大家清楚啊嘛吼？啥物叫做会计政策？啊，都无钱变啦！啊，无钱借钱嘛，借来做嘞，啊，再来行，啊，这都啥？这都是啊，政策来选卡。适当的会计政策，啊，有诶讲啊，即着中央爱补助一半，啊，地方倾，我若倾有一半，啊，但中央都唔对，啊，但未安怎，啊，就大家直直拖嘛，一年直直过去嘛，啊，艰苦的是啥？啊，老百姓大回见到热天咧落大雨，伊心肝都凉一半啊，讲。要搁饮水啊！
所以讲，会计有重要无？啊，是足重要，这就是会计政策。啊，咱足甘心。我甲赖清德市长讲，伊若有这个原则去做伊的施政啊，咱台湾人民啊，啊，我靠福气啦。哦，这就是讲我甲。多谢啦吼，甲讲，那咱的政府官一定爱安尼，人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，然后这个观念，大家再来做政府官，希望大家来共同打拼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这就是讲到这个所在，给大家知影。啊，今麦要讲啊，这个。政府会计制度啦，咱头拄仔讲过啊，这个就是啥预算的吼，预算管理的工具啦。这个制度就是预算管理的工具。啊，咱这个预算啊，就是要达到啥啊？这个控制吼、哦，控制税入甲税出的问啊的问题啦，啊，和决策来做参考，袂使讲。我台北市现在就是安尼，我去申请一个世界运动会，我就要来变什么变什么，直直开。伊应该都爱去想讲，我一年啊，这个税率偌济？我要提偌济来用，我就安尼来处理，这才是正确。唔是啦，直直变，愈变愈大条，花博去予补偌济去啊！即马阁要补一条大条的来，啊，这就是咱一直了解讲。有的说比较难听的说那个走路费啦，要欠一些欠一些那个走路的费用啦，啊，所以很多事情啊，咱的法院啦，咱徐水德在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，实在无法度。好啦，安尼，咱过来。哦，即马这个就是啊，会计制度诶，做治理吼，这个例啦，这个例就是要互各州啊，或是各啊州以下的单位啊，中央啦、共款啦吼，拢会使做参考啦吼。咱即马这个会计制度。第一章拢是总则，啊，总则拢是按照这个法规，啊，州就是各州的相关法规，那中央是也是中央的相关法规来定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把它列为啊，拢用州啊来做啊处理啦，啊，咱每年一月七甲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这就是快会计的。这个年度啦，哈啊，这个时间啦，啊，即卖现在大部分啦拢是定这个时间吼。咱现在啦，五月，咱会计事务所上无闲，较早结账拢伫三月，啊。会计师事务所工会反映讲，好三月吼，有诶，迄个单据啊，咧停，较大诶公司有诶伫国外有分公司，有当时啊，搁寄倒转来，搁方便，所以未付。啊，拜托看五月无？啊，好啦，即卖五月，啊，即卖五月啊，较无闲，拢咧啊，准备报销。
的代志吼，啊，这咱会了解吼，啊，要甲大家讲的，咱看遮，吼，这一定爱写出来。咱会计的基础啦，是采用宽则发生，吼，欠的啊算伫内底，吼。啊，甲咱要共收的，哦，多收、易收啊，这些拢爱算伫内底，吼。过来，会计的啊，做报告甲会计科目，啊，咱这个报告啦，就是伊的报表啦，差不多咱有啥物各种的报表，一般来讲爱有收支的决算表、现金。啊，现金出纳表、甲资产负债表、财产目录、财产目录、甲基金啊收支簿吼、哦、收支表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实务嘛吼，啊甲例子嘛吼，啊这都、就是啊。收支决算表是这个方式啦，头，哦，这个表格是安尼啦吼、哦，收入支出啊增加偌济，减少偌济啊说明，吼、哦、啊咱预算爱偌济，吼、哦、咱会预算偌济啊即马情形是这个情形吼、哦，啊当然你若对会计有兴趣的吼。哦会计就是较琐碎，要细心。啊，那粗心的啊，我看，因为你那真粗心哦，你对这些吼、哦，可能愈做愈讨厌，愈做愈讨厌。有当时也做袂落，真正有诶，读会计诶，读到尾啊吼，读到三年了后，伊就怎啊转去啊？啊，无有诶都啊。读袂落去啊，啊有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，吼、哦、现金出纳，哦，啊伊这顶期的存销，啊本期收入偌济，啊本期的支出，啊本期的结存偌济，啊拢爱写，啊遮的人拢爱登印啊，吼、哦，遮的人爱登印啊。啊，这就财产负债表，我看这给大家，因为大家较无兴趣啦吼，啊，这给大家做参考就好啦吼。啊，起码就是要来讲吼，会计科目啦，大家知影这个原则就好啦。咱有资产负债，啊，加基金加这个啥啊，遗嘱啊，加收入加支出五类啦。啊，那咱。公司啊，公司讲啊，资产负债甲业主，这个、应该讲咱啊，唔是政府的单位啊，咱这个是叫做业主的往来啦，业主啊，业主啊，这个项目啦，这有的讲是资本啦，吼、哦，有的讲叫资本，啊，这咱的五个项目哈、啊，一二三四。有收入支出，这有这五大的原则吼，这有啊有咱的要素就对了吼。啊，即马过来分资产内底有劳动的资产，啊有迄些啊项目吼。啊，这着每一项发生的，着依照每一项的科目来计数安尼。吼，啊，甲即马过来固定的资产。固定的资产有土地啦、厂房啦、吼、哦、啊、机器、车辆这种属于固定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固定的一定爱有啥物？积固啦，积固就是资产的收回，哦。啊，咱这台机器，咱买来用十年，啊，一年听讲100万，啊，一年赚偌济，啊。十万啊，加十年赚了，哦啊，赚了，咱资产
啊，唔才会再搁买，啊是再搁买一台，啊搁爱开十万，类似安尼就对了。所以讲，这那是固定的资产，拢爱有这个积固。啊，若有这个积固，就是咱有叫做啊累啊，迄、那个啥累计折旧，然后这个科目啦，吼、哦，啊有这个科目。这个就是讲啊，有诶是讲房子的抵消科目啦，吼、哦、啊这个。好、哦，咱累积折旧，好、哦、累积折旧，什么物件累积折旧？啊，其他的资产啊，那无属于头顶的，咱拢叫做其他的资产，有存储保证金、杂项资产，哦，这拢属于，好、哦。过来负债。负债科目有劳动的负债，哦，流动负债和劳动的吼，咱是吼，啊，这是一年以来哦，一年以来会发生的，咱叫做啊劳啊流动和劳动的吼，啊，过来有登记的，登记的啦，拢一年以上啦，啊，一年以上叫做登记的啦，吼，啊，过来有这个。这就是咱讲有诶讲叫做业主权益啦，吼、哦，业主诶权益，那是一般诶企业来讲，啊，咱用基金也是啊，所以这个吼、哦、来有基金，吼、哦，啊加余酬，吼、哦、要偌济吼，要或是啊累计啊啊余酬和本期啊余酬本年度啊做结算的时候，啊税入。会计科目有这些这些，吼、哦，课税、工程，吼、哦，啊加罚款，这个罚款呐、啊，哦，我真大个问题啦。安、啊、怎这个罚款我真大个问题？有诶讲，咱讲靠山出山，靠海出海，啊，有诶各单位他有罚款的、啊，他。这个也是，咱台北市讲交通违规，啊罚偌济啊？您有了解无？啊，这就是罚款的迄个税入啊，伊加个有创奖金伫个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这照讲吼，这个公务人员。你领政府的要做应该做的代志，爱去做，啊，干那讲用这个罚款来分，这就是靠山出山嘛，吼，靠海出海。对啦。啊！伫遮我要甲大家讲吼，我初初转来台湾的时啊，我看到迄个路标啊，我心内我就无欢喜啊。安怎无欢喜？迄拢路标恁拢咧做，啥物人看？拢在地人咧看啦。外地人真正讲，我呐真正看无啦，竟然讲我去买。我简单举一个例啦吼，我若驶高速公路去，伊遐讲，玻璃，位遮去，啊，佫后来讲，迄、个彰化位遐去，啊，我都外地人，啊，玻璃彰化伫东西南北，我知影讲，玻璃是靠东，啊，彰化是靠西一点，啊，咧标示，伊无甲标。无甲表示你往东还是往北，哎、啊、那，迄、那个方向东北方向写一字啊个，嘿，迄一字啊个，啊迄地区，迄叫做啊地名，甲你写遐哩，我讲啊，这有影，互外地人来啊，真正讲，唔知要安怎看，好、哦，足济现在哦，甲现在哦。真济路标要有标错误嘞，我举最简单嘞，台北的
迄、那个公共汽车啦，吼、哦，实在伫遮要往啊、台北桥的，伊家要去内湖啊，车安尼走是去台北桥的方向，伊迄、那牌啊，讲要安尼要去内湖的，迄实在真正啊，咱看到啊，我咱实在。看到讲这公务人员真正实在足好做个啦，足好做，做唔对拢无处罚，这是足大足大个错误，足大个错误。我希望吼，我伫这个所在补充寡吼，咱若塞车来个吼，咱起码拢有机啊，拢维好啊嘛吼。希望大家车拢停伫机啊来吼。安尼，大家咱较，因为无阿西，即那讲一个制度啦吼，制度定出来，无免画鸡啊嘛，恁安怎定自由嘛吼？若鸡啊有画出来吼，无就讲鸡啊停满啊，拢无当停啊。你毋知随便停拢要理由嘛？你设备无够嘛？鸡啊画无够嘛？这是阮的责任。若是鸡啊有够吼，拜托再搁补充一下吼。停伫迄个鸡啊来吼，安尼咱阿摆出去做啥物代志，才足水开。这支出方面吼，上大是人事费啦。人事费吼，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。现在电脑遐进步，咱一定爱去了解先进的国家，伊的员额是安怎编制。袂使咱现在制度来，我即马阁设一个啥物文化部啦，遐都要甲你阁用一寡因遐的。黑白的人要插插入来，讲一个较歹听的，我咧想，全去有功的拢去啊纳粮啦，我咧想啦，我咧想啊，所以足济吼，咱爱去了解讲，日本因的用人的编制，咱爱去了解，过来新加坡用人的编制。甲纽西兰先进的国家的用人的编制，咱阿摆啊，电脑会开替代这个人员，所以美国来讲，甲咱讲4000个啊。啊，那叫咱这个做啥？审计啊，咱这个审计部啊，说咱。较尾啊，咱要讲这个实力啊，迄真正要用人啊，敢那遐个主管真正4000人拢无够，可能8000人较差不多。所以咱来去考量着讲，先进的国家因的用人是安怎用，吼、哦、啊，这足重要吼、哦、啊这。人事的这问题吼，我足重要。我看，当然伊遮拢有遮费用啦吼。啊，遮费用，咱阿摆若要建立吼，大家爱有这个觉悟啦，爱有这个建这个心情吼。你若有公务车，爱拜托大家，你真正去公务。你就用公务车，吼、哦，迄应该。你若是毋是拄啊借力，你家己私人呢？拜托，家己有私人的车，吼、哦，这点我慢慢咱会去建立。咱老百姓甲人收的税金，要用爱去有这个心肝的准备。哦、是血汗钱，
我们不可以浪费哦，这点爱有大家心心里有准备哈、哦。咱的钱家己用，家己开，足感谢咱的同心，甲咱捐20万，我足感谢的。嘿，伊的钱啊，伊家己捐出来，足欢喜啊，伊足欢喜啊。哦，咱也足感谢伊啊。啊，那是讲你公家的钱。这个就不行了、哦、我是、哦、这样有的人怎么你知道 我再说一个、哦、有的人说、哦、他是做理事长啦，我指个你、哦、但是一个理事长、欸、理事长、啊、我们有这个会费会员交的钱、啊、还有各理事各管多少，理事长虽然管比较多给你在用，你可以说、啊、怎么管出去吗？这就要自己，你靠自己靠底的钱拿出来捐，很、哦、感谢、啊、你不能把公家的钱、啊、拿出来用，这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这个制度啦，这个制度慢慢的建立，咱阿爸的子孙都过了很好的。哦，啊，咱这科目啦，吼，拢予大家我做参考啦，吼。咱我看，咱过来讲会计凭证吼，这个凭证啊，咱简单讲吼，就是讲你用出去，拢去共讨收据就好啦，讨发票、讨收据啦，啊，这叫做会计啊凭证啦。啊，要绩效，一般咱现在绩效有三种传票啦，收入传票、支出传票啊，转账啊，这是会计单位的代志啦，甲吼、哦、大家了解到这里头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格式吼、哦，格式伫遮，吼、哦，格式会使参考吼、哦，啊，若有问题吼、哦，咱再来探讨，啊，来第五章啊。迄、那个预算决算的编审吼，啊，这就是讲，伫年度开始前两个月，各州都爱甲这个要做啥啊？这个来编做这个啊工作的计划啦，啊来收州的预算表啦，啊，予这个州的议会通过，啊。年度开始以前，那爱予主管机关啊送一份来核备，吼、哦，因要安怎开、安怎迄类、安怎用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一个规矩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各州啊，年度吼、哦、终了两个月内，吼、哦，这两个月较早以前咱报销那是两个月来。三月一定要报嘛，吼、哦，三月，哦啊，做这个啊，甲连同现金出纳表、甲这资产表各种吼、哦，啊，送予这个审计单位来啊审查吼、审核啦，吼、哦，来这个审查。啊，这就是这报表，啊，再过来财务的啊管理。那么。这个财务管理里面、啊、就是 财产登记、增加减少、处分、保管。这个处分就是讲卖去啊，还是那么啊已经不能堪用了，或是啊把它作为损坏处理了啊，这吼、哦、啊加保管吼、哦、啊加应用啊，拢爱有这个定数啦。啊，再来讲财产甲会计的处理啦，咱以新台币吼、哦，那么来做单位计算。啊，咱有关啊，这就是大致是这样啦吼、哦。咱不一定讲零用金啊，零用金看规模的大小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是讲10万，啊，有的讲5万，
有的讲啊，三万，这和财务人员保管呐、啊。啊，有时候咱也较济，等于底下咧浪费嘛，钱现金摕伫遐，啊，有当时啊，那会较会出代志。啊，一般来讲啦，有的公司这个规定，那五千块以上，拢爱开发票，嘛开迄个支票，开支票啊来做支付。什么人哦爱，迄、那个有的划线，有的要讲安啦，爱抬头就是禁止背书转让。哦，大家应该拢有这个经验嘛吼、哦。你要开哦，什么人啊名甲写落。啊，甲登一个，因啊讲禁止背书转让，这张啊支票都会发到迄个人去收着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财务管理上吼，爱、哦、有这个大家爱了解吼、哦。啊，咱过来讲各州的收支啦，爱平衡啦吼、哦。啊，现在啊，这个经费的范围内啊。啊，来啊，这个依照诶，迄个数字吼，啊来做啊，股市诶，来做支付啦吼。啊，过来，才有这个规定，永久保存诶爱有啥年度诶预算按各项吼、哦、各项诶迄个基金诶。收集的啊，存储甲动资案，拢爱有吼，啊甲财啊财产目录甲簿记，啊那损害吼，这亏损的报表啊，拢爱有啦。啊，这个要做财产的契约，啊甲前状，拢爱有。啊，这有永久的吼，永久，啊有保管10年的。10年的就是这些小铺啦，一般都是10年来啦，哦，爱10年，保管10年。啊，若保管5年的，哦，这拢现在规定啦，哦，有保管5年，这拢现在规定。啊，有3年的吼、哦，啊，有这个情形。啊，过来，咱财务人员吼、哦，拢好像办会计啦。出纳的啦，财务管理啦，这那拢爱有这个编制啦。啊，那编制无够的时啦，会使用减的，会使用减的。但是会计出纳一定爱分开，袂使讲会计搁减出纳，袂使你啦。会计就会计，出纳就出纳。啊，当然有的人要分袂清啦，哦，有的人要袂分袂清，实际上。会计就会计，出纳就出纳，一定要分开，安尼以后较无代志啦。啊，无有诶讲，啊，这条小条干唔家己记，啊是爱出侪钱咧，啊，遐个钱摕去家己去安怎应用？啊，有诶人是啊，咧做出纳搁兼会计，迄钱咱拢伊咧管咧，啊，即马人起来一条钱。啊！伊去私人啊用钱，伊甲转出来啊，少无入少铺。啊，即卖讲啊，公司可能啊咧问会计啊，讲啊，这条啊，这搁甲记入来，定定会出代志，就是有这个情形吼。啊，财务的啊查核，财务的查核吼，拢是爱审计单位吼来做查核吼。啊，咱我要甲大家报告讲。咱现在中央我已经设立叫有一个叫做财务审计啊委员会啊，咱已经有成立一个财务啊审计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是要啊来做一个咱。以后的这个制度建立以后，财务制度、会计制度啊，各种的制度啊，咱可能大家我有听过。以后啊，无论是啊，州里也好，
啊，无临时来过也好，要建立一个讲啊，开会完来，大家可言，大家来遮开会，啊，来建立这个制度。这制度建立了后，啊，那所有的开始以后，我有一个财务审计委员会啊，来咧审查，来咧了解啊，咱的运作情况，吼。这个大家完成查报告安尼吼。啊，咱即马要过来讲内部审查的处理的定数啦。咱员工这就是有两类啦，事前的审核，甲事后的核啊，这叫做核核啦吼。以后的核核，这个审核就是讲。一般啦，啊，会这个会计处也好啦，主计处也好啦，吼。一般你要采讲，一般讲总务单位拢爱要求讲三张报价单来，啊来选一张，啊来买。啊，会计单位伊若是会去先去了解。恁要爱用这个物件，伊去了解讲市面是啥物介绍，伊那会使去了解。了解了后，啊，再来，这叫做事前的审核啦。这就是讲各种手机的控制啦，啊，来事前来调查。哦，咱要了解讲买物件的介绍偌济，啊，事先啊来查一下吼。啊，事后啊，这的凭证。啊，甲遮个啊啊来对啊，伊个工作效率啊来作为查核，这就是事后个。啊，过来范围啦，啊范围有三种啦，这个吼、哦，就是财务个，财务就是计划、预算、啊甲执行、甲控制啊来审核。啊，财务个就是啊。咱迄个财务的，就是讲有现金啦，甲财务的处理，哎，审核，啊，甲工作的审核，就是讲迄个即个事务人员的伊的工作的负荷量吼，啊，甲伊所做出来的成果，啊，甲单位成本看偌济。啊，那讲到这啊，我拢会去想到一个讲吼，有当时啊，有诶的费用。咱若惊讲，这确实要来做效，做调效爱开偌济成本，有当时啊，这人爱算出来呢。吼、哦，咱惊讲，咱去做一个啊，去买一个物件，有的买来物件，伊买出，伊甲咱讲，计只来买10块、5块啊、3块，啊是讲啊150块，啊买个只头无200-300块，啊这个情形啊，这要安怎？这个情形，伊就怎合合的做一笔少，你甲讲啊，什么定偌济啊，做一笔，免讲啊，5块啊做船票，啊10块啊做船票，安尼有当时啊，迄、那个工作成本就足悬的，哦，这就是这个工作的时啊，也要考量到这个问题。当然，这拢爱应由会计人员来执行啦，哦啊。咱有书面的审查，甲实地的审查，啊，这那是爱分层负责来办理，好、哦，这啊，咱即马就是要讲99年吼、哦，因为这个无应付大家，但是大家会使上这个网站嘛，诶来看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遮来简单会来。说明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就是要讲99年啊，这个审计部啦，啊，来审计出来，一只啊，当然，伊只审计长一定查销了后，伊一定来做一个啊说明啊，做一个说明啊，一个报告。啊，这个说明报告内底啊，咱会得看出啊，伊的情形啦。哦，啊，但是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咱
咱先把这个伊这份完整的资料啦，拢有这几项啊，咱拢有遮啦吼。咱主要要来看啊，咱主要要来看说明啦，来遮，咱来看遮。1999年度中央啊，这个总决算审核报告的整理，咱大家来看哈。迄、那个编制单位的决算吼，啊，普通公务机关有225个，但是医生甲这个所属单位有1208个。啊，大家看卖，这若有主管、副主管，啊，那各伊的主任、秘书，安尼加算算，都爱偌济人啊？啊，所以咱训练4000个有够无？啊，这拢伫遮，啊，这拢伫遮。你看1202个，啊，如果一个机关咱派3个去就好啊。哦，搁刷落，哦，营业单位的只有一个，但是负责机关。有偌济？558。吼、哦，安尼加起来，搁特殊基金呢？105个，这拢有咧编预算个呢。哎，啊，有个搁投资个咧。咱政府对外投资出去，咱那今啊，不一定占51%啦，但系有诶占20%，那爱派一个啥董事出嚟啊？拢是爱派出嚟啊！啊，这拢提啥？你看算算诶，安尼算算诶，爱偌济？真正啦，一级主管才算落吼，10000个真正无够。啊，所以看这个这个预算，咱编预算的，一个单位派3个就好。啊，你看这个加起来。所以讲，大家爱加油吼，哦，爱加油啊！大家加油哈！好啊，咱即马过来，咱即马甲分做几点来说明吼，来遮说明吼。啊，税率决算来迄个修正增加2亿，审定是照吼。迄、那个啊，4973亿，吼、哦，啊，照预算短缩506亿。啊，若要照讲吼，即、這个甲预算短减收吼，啊，占3.27，应该爱查出原因啊。有查原因啊无？无啦，无查。好、哦，这我到尾以后吼，伊我有去处罚啦，我有处罚嘞，但是我拢无讲真啊，真彻底吼，无讲真彻底的迄个，啊，这个啊，咱最初的决算吼，修正，迄、那个偌济，15亿，吼、哦。啊，审定是一兆
啊，那么6544亿较预算减支啊605亿，吼、哦、为3.53。一切都偏偏的，到尾啊，有的爱开较济，啊有的才抗议一下，啊有的啊，伫迄个各管区的啊，各抬一下，啊才预算减支出啊。起码税出。相比啊吼，那么省定的啊，要欠偌济啊？1570亿哦，加计迄个债务还本660亿，合计啊2230亿。哦啊，所以咱发行公债啊2242亿啊来做支出。所以咱支出的啊，迄、那个腾余啦，应该呐安尼减起来算12嘛吼，啊伊写伊算12，这我无咧甲改啦吼，这照伊个报告写头12哦，系啊，咱会了解吼，滴滴发行公债，咁这是办法，这阿伯啊，今年是哦。迄、那个拢是刘祖生啦、啊、吼，系系，迄、那个这部拢刘祖生，吼、哦。嘿，我看这资料吼，拢有特别的说明啦吼。我看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，咱即马要来看这吼。啊，伊这要有做出这几点啦、啊，我还算还好啦吼。因为没有尽责或啊效率低啊啊我们过低的情况啦，依法通知上级机关并以报告。啊，检察院啊，我们送这个监察院有57件啦，吼。啊，即嘛，即我算探讨啦。咱即嘛要来讲探讨吼的问题。即讲，即安怎讲？中央的负责有4条，吼、哦，有头有4条吼、哦。60年啊，若行不了啦。啊，这个财政部长讲尊重新建部的迄个指教啦。啊，咱这是经是啊，迄个中评社香港的报道嘛，吼。咱会了解这个情形。咱这个有讲哦，吼、哦，超过4条的债务的余额啦，吼、哦，创历年新高，吼、哦。在不增加举债前提下，62年啊，才还得清啦。啊，我看啊，拜生的囝，大家拢爱南啥，南负债。啊，所以有的人不爱生囝，所以讲财政遐严重。啊，佫啥？宴会拼死放，所谓拼死放，每一个县市拢咧放宴会啦，我实在看到鬼。当然。这个、哦、咱个、哦、以后这个是爱大大改进的所在啦吼。啊，白金咱过来看这个也最近的啦吼、哦，这个是最近的。
五月七七的哈，好、哦哦，政府那么潜藏的负债哈、哦，一年请假偌济？两条啦，惊死人啊！这吼、哦，这实在，这唔是我咧乌白讲嘿，这拢有资料吼、哦。咱也整理起来就是安尼啦吼、哦。一年增加两条，啊，咱算十五条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用讲安怎呢？有诶，真正乌白开啊，乌白编啊，咱。也可以讲，咱的去年政府的总负债啊，高达21.47兆，甲顶年吼，前年吼增加2.3兆，平均啊，每人啊爱负债偌济，93万啦，短短一年增加偌济，10万啦，啊，咱以前是透。啊，83啦，啊，起码佫一年增加10万啦。啊，都人讲啊，拼啊，拜崩拜，伊做八当啊，我有见识，啊，我有伊做无四当，就要约过啊，咱个伊约过。等于马政府做四当，阿扁啊做八当，好、哦，咱搁看一下吼，这里你看吼、哦，花小神大，迄、那个做啥？哦，啊，花大神小吼、哦，那么我们。讲真的败家了吼、哦，啊，这不是我讲的吼、哦，这叫报道吼、哦，我五月初七记者的报道，啊，咱会得了解吼、哦，实在，而且债务的净值增加1.21兆，已接近民进党执政8年，伊起码做4年，大概做8年，吼、哦，啊，咱。这就要甲大家讲，马政府啊，举债金额打破了世界纪录，对人民的生活改善照顾有重大的建设，人民没有感受到，拢无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啊，咱。今天是驾车，希望大家爱加油啊、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车起立，立正，行嘞，休困10分钟。